如果你完全都不知道什么功能怎么写没关系，你只要知道回圈怎么写就好了。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哈，我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先越好了，那我就先第一个越的部分是追，对，追二，然后年月日这个改九，这个改一，好，就剖析只有剖析这个好，甚至这边有一个。这个月的部分嘛，年月，不过你们可能要试一下，我之前有遇过同学电脑，我这边是年月日，可是他电脑变月日年，顺序有可能 不一样，好，所以你输出有些程式码会跟我不一样。那再来就是跑一个回圈嘛，回圈的部分的话就是把这边哈，加一个什么，加一个 for 回圈，对，那你可以这边加一个 for i 哈，等于多少呢，等于2到好一样，这个 range i2， 我用这个好了，用 range i2 哈，点 end 点刮弧，刮弧点 r， 好，那这边的话就是跑一个，那这边再把它 nest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如果我把它执行的话，基本上跑完之后会怎么样呢？月份应该就会全部跑，我看一下哦。哦，那应该这个值要，这个值 select 也要往下增加，所以这个值要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 sale， 好，让它往下跑，否则它会一直在I2 的储存格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把它改成什么，改成 sales， sales， 然后刮弧 I 列的，然后第这个第 I 栏点 select， 也就是这个值会往下跑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把它执行起来，往下 to， 那这个值要把它改成 sales， 所以这个地方有没有也要把它改成什么，改成 sales， 那实际上用这个这地方改成 J 哈，这样的话呢，本来 range 的部分呢都改 sale 之后的话，有没有这地方它就自动往下，帮我把这个月的部分呢帮我切割出来了，OK， 好，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啊，主要录制下来之后的话，这个地方如果是9哈，就是不输出，如果是1的话就是输出，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